牛逼。红牌缓速，一起缓，看来要死了呀。哎呦，算了算了。哎呦，快走快走快走，不会学的拉吧？没事没事。哎呦，我好伤，我得回。哎呦，回不去了，这要亏好多兵。算了。哎呀，一个都没打断，好烦。这上来亏两瓶药。哎呦，彗星还触发了，他拿的什么都没拿到，那还好，压力不大啊。感谢没人懂得肖邦的忧伤送上的飞机，排回来了。对，没错，排跟过去了，漏一个刀，他经验值都吃到了。我上来损失两瓶药，还想拉我？点一下就好。我第一波可能这个被你拉到了，触发一下我的彗星和法力流系带。刀漏的有点多啊，现在不跟他打了，我这个两瓶药应该是耗不走他。我们第一波把兵补了，然后线压进去就回家就行了。好，我倒还可以。哎，这刀漏的有点多。好，吃我一套。好，哎，诶，你想干什么？那我还给你吸血不成？我不追啊，追不能追。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说我为什么不追？对不对？你会不会冲上去？我觉得你应该会的，但我冲上去我死了。我肯定死的，你放心吧。换掉，绝对是换掉啊！但是我不换。所以刚才这波打野明显在那边，知道吧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。如果你想 C 的话，你就不要跟他换，不划算的。对，我知道我这波不追会有很多人给我问号，看不懂，对吧？感谢云鸡霸的两个大飞机，谢谢云鸡霸。挡住了，跟他换人头是很亏的。如果你想 C 的话，就一定要发育的好。那他跟你换，如果你队友打得不好，你跟他发育一样，那就亏死了呀，对不对？那就亏死了呀。舒服。慢慢耗他就行，不要想不杀他。卡牌是不没有什么单杀能力的，你只有把他磨到没血，啊，找个机会配上点燃，加那个被动，还有可能爆发把他秒掉。但这种机会都很少，一般会打一点的，血量控制好就行。我们这个英雄还是要打资源，打发育，一定要发育好，
资源到位就行，单杀就不要想了。卡牌能单杀人，那是真的不是你强啊，那是对面处理的不好，他血量算的不好而已。然后就给点燃，好，那像这种杀对吧，还有可能，像这种杀还有可能。刚才我第一波没追啊，第一波追的话他那个闪现一过去赵信过来我死了，像这种就能追对吧，追完我能溜得掉。没钱买鞋子，神鞋要买两本小黄书，加一下法强。这盘不好打的，我们一换一是一定不会换的，一换二啊，在前期有角度，中期就不换了。因为作为一个高手，你要知道你的人头，一个人头要抵三个人头，到了后期甚至三个人头都不愿意换，知道吧？因为你有了装备之后，节奏都在你手上，你不能死。队友如果特别垮的话，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。说实话，真的，这个中路吧，你搞不清楚他真的假的，反正他自己是，就逮到就打。我在，复仇成功。我不杀这个中路了，这中路你看像这种他很无脑的这种，保不齐他打野就帮他蹲，没闪现不会再去想的耗他血啊。偷了我的大招，飞了，应该是上路啊。这个可以继续刷，人头打回来了，不能再死了。给个蓝吧，蓝不够用，火龙掉了，赶快补刀，补刀很少，赵信在下路。他是调皮就给他调皮，不管他，我们把兵刷好就行。现在我左侧右侧很危险，给个信号，好，回家回一波，再推一波也行，先推一下。不跟他玩啊，不跟他玩，小心他的打野。好，行，撤。
在左侧 ，OK。在左侧，上去了。我们看能不能吃波塔，危险。算了，不吃了。也行，吃也能吃。带着黄牌吃。不能追啊，不能追，赵信死了。不慌了，他上当了。好，吃个塔皮回家，赵信马上要到了。好，撤了，再推一波，摊一下，可以摊，有闪现没关系。好，免费回城，他闪我闪 ，OK。这个阵亡他没有任何收益啊，我也不亏，我正好免费回家，他闪我就闪，我不会给他摸到的啊，他中路也来不及。好 ，OK， 感谢亮哥的鹊桥相会，谢谢，感谢亮哥，亮哥下午好，这盘我的战绩不太好。但是第二次死亡不算什么，不算。补刀还可以。我们开局劣势这么大，怎么就打回来了？可以帮一波，是打兵，蓝不多。伤害不够，我没有点燃，来人了，打不过，又来了，七个蓝，好，我们队友再也没事的，别怕，好，他死了，定住，他是没有大的，但我蓝不够，我吃个果子就有蓝了。果子吃完了，战斗结束了。发育被包了，没办法，浪费个闪现。回家。再摊一波，好，撤了，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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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感谢呼叫王冠的时空战机两枚，谢谢。蓝不太够用。先把巫妖做出来，
好，定住。帮我打个这个，没吃到头，没巫妖，没爆发。行。先给他点燃，他吸不了血，他吸不了多少血。剩个果子，回家，输了吧，马上要团了，再摊一波，开大，可以，这个没了，我有金身啊，杀我杀不了，他杀我杀不了，好，那边有人要过来，我得溜，这波他没闪的话，我死不了，这没办法。来了一个这个，正好出金身，他们家没了呀。好，过来支援。哟，还有这个东西。我操，给他跑了。赚的，他们高地没了。他死了。还要杀我吗？今天是我的幸运。蓝不太够，太少了，我这样出中蓝太少了，来直接杀，给他点燃，够了，巫妖够了，我先溜了，赶快走，退完溜吧，赶快走，别打啊！打的话我们没有任何战斗力，我帮不了，拜拜，溜了。这个上路了，大龙，我这盘还叫 K 头吗？我这盘到现在才四个的，我七个助攻，到时可别后悔哦。
他们。哦，这么快！来嘛，大龙了，他们高地都掉两个了，出不来了。大龙了，我去吃个蓝。感谢徒儿师傅想你了送上的飞机，感谢。好像可以一波，等一下我的黄牌我就可以飞了，杀这个。好，没事，我有闪有金身，我在勾引他。好，这边也得死，我有大。算了，队友跟不上。推推上了。哎呦，哎，怎么点到兵了？这个上路跟辅助不拆，嗯，不想结束这场比赛吗？